第二十七题，请问关于针孔成像与透过平面镜所看到的像，何者是实像，何者是虚像？老师上课教过了，针孔成像成的是一个倒立实像，而平面镜的像都是正立相等虚像，所以针孔成像成实像，平面镜成像成虚像。第二十七题问我们说，何者是实像，何者是虚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针孔成像是实像，透过平面镜所看到的是虚像。